各项重大的赛事以及演出，此次比赛将秉持过去一往不怕苦不怕难的勤奋精神，希望能在本次的竞赛中为各位现场的嘉宾展现出振奋人心的精彩表演。高职国际学校一队指挥官林伟廷报告，该人数35人，报告完毕。操演开始。